游戏总共会进行四轮，然后每一轮就会按照这个阶段，补给阶段、影响阶段跟计分阶段，还有任务阶段。第一个补给阶段就会翻这个，总共会有八张，所以它整场游戏只会用到四张而已。翻一张出来，代表说这一轮大家可以领的收入，2块钱，加上路易十四会去的地方，三号排在这里。嗯哼，这边场上的人物呢，它是按照顺序排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就是按照这样绕圈圈排的，不是乱排的。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影响力阶段，影响力阶段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会抽五张这个影响力的牌，会从70玩家开始轮流出一张，换下一家出一张，换下一家出一张，这样轮，总共每个人会出到四张牌，最后一张不会出，就等于是会有四动的意思。好，那你出牌的时候呢，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放影响力，第二个选择就是可以拿影响力，比较简单。好，那你出这个牌的话，你最多可以拿三颗影响力回来。那放影响力的话，就从四号开始，你出四就从四号开始，就在这边四号。然后接下来你可以沿从四号出发，然后去摆这些豆豆，只要是连在一起都可以，或是这样子，或者是你要这样子摆也可以，或者是你要这样子摆也可以，反正就从四号出发，但至少一定要留的一个，然后摆出去 ，OK 吗？那最多是三颗。那你也可以只要放两颗就好，或只要放一颗就好，就随便，最多三颗这样子。那其中会有问号的，问号就是Joker，那他在做的时候就是最多两颗，问号就可以你任选一个地方放两颗，然后一样可以延伸出去。你如果用Joker来拿影响力，也是就是拿两颗。影响力阶段，每个人就是轮流摆，每个人做完四动，摆完四个，出完四张牌之后，就会进到结算阶段、计分阶段。主要有三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像这个，你如果有两个人在上面，两个影响力在上面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下面的。至少两个在上面的话，你就算有四个也是做一次而已，哦，你就可以拿两个这个，拿两个盾牌，盾牌就是这个。对，那它有六种图案，六种不同的盾牌。那盾牌就是一个一分，那最多的从最多种那个种类的额外会再加一分。好，就是如果你有满足两个以上的话，你就可以拿这样子下面的东西。好，第二种呢，就是写一的，就是你是唯一最多的，唯一最多的，你就可以拿到下面的东西。那如果平手，就都拿不到，也没有第二名啊，就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。然后是结算完之后，这些豆豆会去哪里？这个豆豆这种结算方式，结算完你的豆豆是回你家里。OK， 然后这边的，如果是第一名的话，拿的豆豆就是会放回来。没有拿到东西的豆豆是都是回家里的，对。第三种结算的话，就是这边有钱的可以花钱买的。如果你是唯一最高的第一名，你可以不用花钱就拿到下面东西。好，那如果其他的人，其他人就可以花钱买下面，也可以做事就花钱买那边。那你第一个没有花到钱的人，他的豆豆就会回供应区。其他人花钱买的话，就是回自己家里。好，那如果平手的状况呢，等于是。没有第一名，大家都是第二名，大家都要花钱买这个，可以花钱买这个，然后回到你的家里。那刚才讲到有路易十四在的地方，结算方式会比较不一样。好，那如果他是在唯一一个是第一名的话，那他除了可以拿下面免费拿下面之外，额外会拿到一个皇冠，那皇冠就是百搭任意的。第二名的话呢，就是可以不用花钱，然后拿下面的。第三名以后的，就是还是要花钱。拿下来下面的，等于是有点往上跑加一级的感觉了。奖赏第二名变成第一名的，他不用花钱，但是他实质上还是第二名，所以他的豆豆是回到家里的。那第一名唯一的第一名，他的豆豆还是会那个死掉。那如果第一名平手的时候，平手就视为都是第二名，对不对？有路易十四在的地方的第二名都是可以免费拿的，但是这边的他们。的豆豆都会回到供应区。第一名刚才还没讲到，就是一样，就是拿下面的加一个皇冠，皇冠加免费。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可以免费奖赏，也是可以拿，因为就等于是进阶一名。可是他是回手上。对，那如果是第一名平手的话，就是大家都是第二名，那大家都可以拿免费的奖励，但是东西会变，然后但是会回去供应。那结算阶段完呢，有些。有唯一第一名的就会翻面，这个牌会翻面，翻面之后它结算的方式会不一样。哦，对，接下来第四阶段就是任务阶段，等一下每个人会各抽一张那个任务牌。那这个呢？
啊，那种也会翻，只要有人做了就会翻。哦，就是我只要有任何东西，只要有人，只是唯一第一，你都会翻。反正我跟你讲，就是这边就是免费拿这个嘛，当免费拿的时候他就会翻。他如果没有免费拿，全部人都要花钱去拿的时候就不会翻。对，那像这个也是花钱，如果第一名就是这样，拿这个，那这个的话。这边结算完这两个会回家里，然后从这边拿一个到后面会继续结算，或者前面也可以到任意一颗吧。对，然后前面的话他会因为结算过了嘛，可是后面的话可以马上结算。然后这第一名拿钱啊，可是第二名之后就是如果没有人拿到钱，这个就不会翻了。对，然后这也是第一名可以直接做这件事情啊，如果没有第一名就花三块做。那这是两个是也是供应区的嘛。我觉得这也是公益区，就是这种都是写公益区，公益区直接放在五号，跟一个可以直接冲，就是你会放回去，然后再从那边拿回来。然后这个是第一名拿皇冠，然后拿分，然后两个，这个是抽一张这个牌，下一回合你会多一栋，下一轮就会多一张牌，多一栋。对，那你要记得哦，这里面总共是16颗，所以其实你五栋就刚好全部花完。如果你上面有豆豆的话，比方说你用一个这个，你五栋刚好花完。如果你用两个，其实你只要4张牌就够。就是我上次每次都多拿好多牌，其实你不一定有足够影响力放在上面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抽一张这个阴谋卡，它会对应到人物有个地点。比如这是7，刚好16，就是如果在结算到7的时候，你手上有这张牌，你可以先打出来，然后从自己家手上加两个进去，或者是从公益区加一个进去，你如果是后面的结算，你有可能那个时候的公益区跟你手上的状况是不一样，可以那个时候再去看。任务的话就是一开始1000跟一个中的，浅的就是一个问号加一个任意，然后中的就是两个不一样的，两个不一样，男的话就两个一样的，对，你拿的时候都可以任意拿，这什么时候拿？就你花掉一张的时候就可以拿，你每打一张任务牌的时候瞬间补一张，就是在第四阶段任务阶段的时候，上面那个会花掉吗？会，就会花掉，你只能留一个，每一轮结束的时候你只能留一个没有用到的，然后这一个5分，然后加上它的底下是常驻效果，然后我们总共玩4回合，是。对，所以最后一轮打的就是5分，那每回合有税收。对，然后这个税收就会看路易斯就会摆哪，那路易斯就不会摆那些奇怪的地方。对，然后那个好像每一张卡2张吧，差不多是这个概念，然后加上小丑。游戏结束的时候，你没有用掉的这个，应该就等于是最后一回抽的这一张牌，跟你之前没有用掉的这个，你都可以再补抽一个这个。OK， 那最后再比谁的某一个最多的话，额外再多一分。好，这边一个1分，任务一个5分。我其实开场也有变吧，影响力。所以其实是谁？看你们吗？5、5、6、7。刚刚谁赢？啊，就我其实了。刚刚都一直你赢哦。所以，那就5、5、6。你要用6颗，因为尾家比较强。尾家优势，一开就会翻正上。天哪，有点快。好，意思是5号。3号，路易斯好像只会在1、2、3、4而已。有可能吧，我来看看。这个在1、2，对。然后发牌，1、5张，对。对，这样就第一阶段结束，补给阶段结束，他一个人抽5张。它下面里面有东西，下面就告诉你他会拿到什么哦，然后。这游戏花钱不一定比第一名不一定比第二名好，因为第一名的你的影响力会花掉，第二名你影响力可能会留着，对，所以你自己决定你要第一名还是第二名，我只能这样讲。所以皇冠跟这个一样，也是只能就是全部加起来只能留一个，对，六角形的任务，所以留皇冠当然是比较好就对了，这样你可以不留是最好，你全部都换成任务，直接换成5分，然后下一回会启动它的备用能力，所以你只要这样想就好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尽量是不留，所以可以打4张吗？对，所以你要讲一张，然后反正一张就是1到3嘛，然后小丑就是1到2。我先打11号好了，1、2、3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十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9号。放2颗哦，不行吗？不行。
放两颗，你就不行。你是八号吗？对啊，这样子不行，你要连直线过来，好，不能分两路走。好，要花四块、七块。哦，这盾牌在哪里？盾牌就两分。就抽两个，然后最多都能再多一份。哦，最多不同种类的盾牌。同种。同种。所以会所以算多，每就是每有六种嘛，所以你最多的话就是多一多，所以最多就有可能每一个人最多多六份，然后平手都给。嗯，嗯，这样好啊。赚哪那么爽？一颗爽爽赚太爽啦、啊！这边也是，你都是一个人爽爽赚。不会呀、啊，王爷也很爽。然后一颗就是跟你们平分嘛，一起来、啊。一颗超爽的，一起来啊！我当然就顺便两个都卡一下喽。嗯。他卡我的关系，这个戏不就是互相卡一下吗？你卡我一下，我卡你一下。看到十号，你这白一颗没有用哦。可是还有一张不是吗？对，我只准可以啊，我只是提醒你而已。我只是提醒你而已。你要这样摆当然是 OK 啊。我只能摆这样吗？看你啊。看你要花三块买那一个符号，或者你之后也有打算哦，然后自己先点而已。哎，我只剩两颗哎，那我等一下，那我不要打十号，换一张九号。九个就两颗随便打嘛，对啊。我打这两个，不是两颗随便打，也是要选一个号码，然后打两颗。OK 啊，那 OK 啊，他打这两个可以啊，对啊。打多颗，哇塞，这也太爽了！屁啦，你那边路易斯是那个就爽爽赚的，免费拿一个，对，免费拿两颗耶，哪里爽爽赚的？明明就最爽，好烦哦，你怎么打成这样？这么凶残，我回家这么要求，我回家嘛，对啊，回家结束了，结算啊，结算就是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结算，所以这边绿色可以免费拿一个，免费拿一个，这个对。那我们要付三块不够钱，我要付啊，我这边要付，这边要付。我是第一次玩，很高兴。没差吧？我就跟你这个说，你付不付你赚死？这个是拿，这个付三块，然后拿回家嘛。对，然后拿一个这个，这个我免费拿一个。好，免费拿的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怎么算？就是我会死掉，我会拿一个这个加一个皇冠。啊。然后我拿回我要付钱是不是？对啊，看你们都付。我不付钱是不是就拿不到了？对啊。那我先不付钱。不付钱一次收回去。对，不付钱就拿回来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大家都要都付三块拿，都付三块拿。我没有，我要付三块，我要付三块。然后是回家里，然后这片就不会翻到家里，因为没有人是第一名。好。然后这边小唐拿一个皇冠，然后这边是我家里可以抽一片这个，然后从我开始放到我。像搞命，搞我干嘛？那你要搞他、啊，这也是王爷啊。那我们就两个都拿回来了。好吧。
对啊，你我中间放两颗，你硬卡这一栋，这没有多赚啊。哇，原来五块，五块算省三块也好。反面，哎，这个也会反面，都会反。然后这个小唐，没有啊，就一直做啊，也是你先做。我们要花钱啊。哦，那。所以是应该是你们决定要不要放，是你先 做，你会先做。嗯，那其实没差，要花三块钱，我要花三块钱，两颗上来，这个真的会回来，然后再拿一颗回来，两颗上来，然后这个回来，再拿一颗回来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丢掉翻面，拿一个皇冠，对，都没人做，死掉拿一张，都不能死。这个才爽吧，死掉了抽一张牌，那我多痛爽啊！才一颗哎、欸，一颗就你，你也对一颗多痛。哎、欸，阴谋牌我觉得比较猛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因为你这个会卡卡颗豆豆啊，但是就拿回来啊。是我上次打太多豆豆，你现在豆豆这么多，你就花一栋拿回来。没有，然后现在就任务阶段，任务关了。任务阶段，那我两个都解，我一张一张解吧。你不一张一张解吗？不要，同一个人就一直解。哦，对啦，我觉得一张一张解对你比较好哈，你自己决定一下。因为你解完一张会马上抽一张，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抽。如果你有可能抽到两个一样嘛，你就可以抽三。比方说你花了这两个，然后你可能就留这两个，然后就可以抽三，赌赌看，或者赌二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先。对的啊，反正你没有。如果这两个还是可以继续捡，当然是留着。Okay, 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对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自己决定嘛。好，抽三个，反正噠噠那是你家的事情。这也是两颗吗？对，都是两个，但是它是那可是因为这个是一定是会，你只要付一个有的，另外一个任意的，任一个随便都一定可以过，所以这个比较容易达成。如果你那我再付这个皇冠跟头盔解这个。他任务都有告诉你是什么阶段可以发动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你这个哎、欸，付两块钱可以跳过一次。那你就付啊，没钱啊，没钱了，两块钱。但我们也没钱哎、欸，好像好穷啊这个。我想想看，我要解。啊，我觉得我抽到这两张真的不好啊。荒车到路易十四上，或者拿一块钱。阿兰还是拿一块钱好。掉这一个，这一个，然后，我要赌这个还是赌这个呢？好啦，赌这个，赌一个，没赌到，跟我一样。哈，看我这个好强哦，也还好啦，其实也还好。好，我先解好，刚刚好。我姐没有，就算过、啊，就算过啊，就算过、啊，一定会算过、啊。我先解这张，还是你打开，我们教你怎么解这张。啊，这放回，这就放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可以选两个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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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抽一张嘛。对对。喂，没有，我刚就解这张，可以拿钱跟拿，还是我再回。没有没有，你就一个豆豆，一个供应区的豆豆直接放二。等一下再说。你先解你牌，没有就解掉了。好，好，解掉再抽一张。对，建议抽这个，不然你等下很难解。建议有一张是这个，因为不然会很不好解。然后我这个是在 One of Your 你现在我们就做这些动作。那这个都是直接从供应区放。那我们先开段结束了，然后换对，选两颗，看这个放一颗上。收两块钱，好少啊。二号在哪？要多一块。然后路易斯是在一号。我一块放一颗，放一颗供应区的。然后这时候你有那个 supply phase， 就是供应阶段可以生效的，就可以做。所以你刚刚拿了这个嘛？然后拿两个。然后这个做了吗？有一个放到二号。对，然后是放供应区的嘛？对。OK， 好，嗯，没错。然后这个要洗回去。想拿钱、欸。这个要留着吗？什么留着？要丢掉，都丢掉，等下洗。这是丢掉，通通要洗进去了。对 对， 對，要重洗，要重洗。就刚刚最后一张嘛，对啊对啊，我基本上就是跟着第四张一起打，一起打。我刚有问，所以供应阶段大家自己拿一拿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影响力阶段。刚刚你拿到钱吗？这个，哎，哦，这个翻过啦，好，那这个应该也要翻吧？